佛教智慧故事，猴王悲心感召。传说在久远之前，雪山下有一片资源丰富的森林，森林里生活着一群快乐的猴子。有一天，猴王发现了一排奇特的果树，枝繁叶茂，果实累累，气味丰富。猴王没有独享，他通知猴子们一起来采摘鲜果。这一定是天上的鲜果遗落到了人间来。小子们，你们想不想尝尝鲜果的味道？想。那还等什么？大家停一下。怎么了？我们先摘那棵树上的鲜果，免得它掉进河里被水冲走。遵命。好香啊！真是不可思议，爱妃是从何处得到这颗鲜果？臣妾在沐浴时见这颗鲜果从上游飘下。这么说来，上游一定有这果树，要是找到这棵果树，就可以有吃不完的鲜果了。马上调集兵马，随本王去上游寻找果树。遵命。大王您看，果树在那里。哪里来的泼猴，竟敢阻挡本王的去路？鲜果是我们的，不能给你们。大胆泼猴，竟敢对国王无礼。这里的一切，包括你们，都属于国王所有。真是国王，我们只听大王的话。拿下他们，放箭。他们是什么人？来抢鲜果的。小的们快过来，踩着我爬上去。大王您犹豫什么，快上。射那个绑着藤蔓的猴子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别管我，快上！那只猴子太可怜了，请您饶恕它吧。停！遵命。拿剑来。大王，您。求您放了我的伙伴。我的伙伴。放心吧，国王已经放了他们。啊，谢谢。你不顾自己安危，舍身救众，万一你死了，又有什么好处？我的伙伴可以活命，就是我获得的利益。我就算断手断脚，也不会有丝毫悔恨，哪怕因此而死，也是死得有价值。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我不顾自己安危，去抢救别人的生命，是因为我知道，没有悲心的人不会体会到真正的快乐，没有慈心的人不会获得安乐的功德，他们只能得到与安乐相反的结果。那本王怎样做才能享有快乐幸福的果报呢？您身为一国之主，
对国家百姓、眷属以及无依无靠的人们，要能像父亲对待子女一样的照顾他们。从此以后，国王对百姓施以德政，累积福德，让今生与来世都能享有快乐幸福的果报。世尊于过去生中行菩萨道，广发誓愿，救护众生。这则故事除了表现猴王的聪明机智外，最重要的是彰显慈悲舍己救众之心，也让国王知晓领导者的力量不是来自傲慢、自利或自我享受，而是源自于无我与慈爱。在佛教经典中有许多世尊与国王的对话，就和故事中的猴王用行动来表现慈悲的精神一样，世尊对国王的教诲也都是不离慈悲与善行。
道。